我钓不到鱼，我就来撒网。对。钓不到鱼，咱们就上网。拿我的网来。我就不相信没有鱼，我今天就来证实一下，到底邱老板的塘里有没有鱼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，哇！青鱼肯定是青鱼。看能不能把他20多斤的青鱼搞上来。对，钓不到撒网。还好咱有这个技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对，还好咱有这个技能啊。钓不到我就下网搞。哎呦，好大的鱼呀！我的天哪。青鱼吧。应该是青鱼，好大呀！哎哎哎，哎呦，螺丝钉！我靠！几条？我靠！几条？几条？我看看。哎呦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靠！赶紧开过去，赶紧开过去！我去，这么大的，我钓不上来，我一网干了三条。那你把它按住啊！真的是都说你来把它按住。你看上次你拖网都拖不起来，这么大的我一网干三条。好，不见了。我都说了你拖网都拖不起来，我才啥第一网。啥第一网？啊？气死了！不行，你把拖网给拖。快点快点，直接抄进去。二十多斤的。哦，跑了。跑了就算了。跑了就算了吧，这个应该有20斤。老板20多斤了。啊，没打了完的，我都跟你说了没跑。上次拖网他都没拖到。没拖到。对，我随便一网打三个。我才第一网呢。看一下我塘里鱼多不多啊？对呀、啊，不要说塘里没鱼。这个还是比较厚的，你看，20斤，大哥。这个肯定有20斤。22斤。啊。不用说，我们钓。那比较远啊！妈的，我记得我放了150条20斤的上去，那他妈才打几条起来，就是起不来嘛。网都给我撑烂了。又烂了。对。谁叫你要走网不行？这么大的鱼呢？你看。不行了，这网。搞毛喽！网都给我搞得稀烂。对。